继续要参观众朋友做花来赏花，这是伫咧嘉义市的宜兰社区。宜兰社区的油桐花季伫咧顶礼拜六正式登场了后，到这礼拜是正式来进入着油桐花的盛开期。白色的花蕊开满着树头，是吸引袂少游客趁着周休假期前来欣赏花蕊。但是对咱们开始受到方面影响，嘉义地区是开始来落雨，现在有部分的花蕊被雨是拍落伫涂骹。预告未来一礼拜，依然是属于比较较无稳定的气候形态，所以是来提醒着想要赏花的民众，要把握时间，前往欣赏一年一届的油桐花海。宜兰社区超过700丛的油桐花，伫咧这礼拜正式进入着盛开期，不只是树仔顶开满着雪白色的花蕊，随风飘落伫咧涂骹油桐花，嘛予社区内底通往幸福山丘的小路，一片的雪白，都参照着四月色。伫咧周休假期是吸引大批游客来遮来赏花翕相。嘉义市宜兰社区客家桐花季伫咧旧年是吸引超过40,000的人来遮参加，今年受到气候影响，油桐花的花期有慢两礼拜，一直到即马才来进入着盛开期。但是却阁受到昨暝方面降雨的影响，已经有袂少的花蕊拢被雨拍落伫咧涂骹。现在我们园林仔社区因为今天天气不是很好，所以现在花框掉了差不多蛮多的，但是花框其实还是开有50%左右。那其实下礼拜应该还是会有油桐花，还是可以来社区赏花，然后再来就是油桐花结束之后，还有我们嘉义市也很有名的那个兰花林隧道，在水利署河堤旁边那里。根据中央气象局的天气预报，未来这几天依然是属于春雨绵绵的气候形态。如果雨势伤过大，将花拍落地面，可能会影响到花开的美景。民众如果想要欣赏到一年一届油桐花盛开的美景，就要把握这几天的时机，加紧脚步前往赏花。最新新闻，中央新闻网王小三嘉义市采访报道。